南瓜煎，还有霉豆腐。平时是2瓶，今天是3瓶，姐妹们可以去试一试。这个酥豆腐一定要放冰箱保鲜。农家霉豆腐国庆活动发3瓶，再减2块，下饭好吃。我掉了，不愿意炒菜了，你看我做的就可以，看我做稀饭煮的好干。我吃的是麻辣，吃饭今天吃南瓜煎，然后还有手工木瓜丝。哦，手工木瓜是拿来下粥，这些都比较好。快磨停的手工木瓜丝，平时是27.9，今天是减8块，19.9，发2瓶。这个是手工木瓜丝，没有添加剂、防腐剂的。辣度的话，3到4成辣。由于它是手工晾晒，所以说晒的就比较干，如果牙口不是特别好的姐妹们就不要去拍这个，这个它稍微是比较梗啾脆的。没有添加剂，吃起来就比较放心嘛。
开饭，一碗香美豆腐，鸡蛋，还有个青椒炒面筋。相当合味的。